他俩相连的。乐跟着就是苦，苦完了就是乐。举个例子吧，捆绑的是苦啊，不给你搞捆绑你的束缚的东西，把它解除了，好，你感觉很轻松，很快乐。但是因为苦，所以感觉着有乐；因为乐，所以就受苦。咱们举个例子吧，我昨天看电视上。电视上那么看电视上是用我们学的道理来看那电视了，那跟那个电视的人呢说感受不一样呢。那一般人去喝酒，朋友邀请啊，到餐厅里去喝酒，喝得非常快乐，喝喝的呀烦恼来了，哎，你那天对我说什么话，喝醉了。喝醉了，他就想着这件事儿，两步说就打起来了，打的把人家把那个饭，这个饭馆子给他砸了，打的很乱，那很多人呢，他一做朋友啊，拉扯了就劝开了，这还没完，他喝醉了，怎么没完呢？他喝醉开车。再下出了麻烦了，他撞了这好多车，连撞了十几步，一个撞一个撞，这当然了，死了八个人，出车祸死了八个人，追查这个，就这样，追查他开醉吃醉酒行车，追查在哪儿喝醉的。在酒馆喝醉的，那这个酒馆就麻烦了，你麻烦了。类似这类事儿啊，我就想起在美国，在美国时候，喝醉酒开车，撞死人了。那撞死人，他没有钱赔，他没钱赔，那找到他的父母。那父母家里也没有什么钱，又找到酒馆，这个大饭厅很有钱，好，在他身上发不出钱来，发那酒馆，那撞死的人一定得赔钱。我举这么一个例子，就说瘾呢，本来喝喝酒，大家朋友一块是快乐的呀，快乐受苦了。当然住监狱了，那被人抓起来了，说要想舍这个苦啊，舍不掉了，舍不掉，说我也没喝醉，我也不喝酒，没得苦受，也没这个快乐受，这又不苦不乐。但是啊，无漏受。不漏漏三界，一点的这个漏漏的意义也没有，这就叫受，是吧？完了底下呢，三界三受啊，断线能三界三受，讲受了啊，还有一个三界，三界就是结识，结识。就像一个那个绳子，你把它系个疙瘩，把一根绳子结成三个疙瘩，有三结，结就是这样的，把它结起来的，这三结是哪三结呢？三个呀，一个是见，见解，见什么呢？见货八十八十啊，这八十八十不讲了啊，太长了啊，一共是八十八十，见有八十八十，有断
判他断了八十八身，等于剑断贱货，断贱货。所有你的剑呢，你的剑知剑不正，结合到一起，结合到一起，像系个疙瘩似的，不通了，这个绳子不通了。贱货，就是你所受的罪，你所感受的，使你受罪的原因，就为贱，贱迷惑了。贱怎么产生的迷惑呢？由于身呢，贱这个身，身是以我为主，身有个肉体吧。以身体为主，以我为主，对我自己迷惑了，贱货。那说身贱，身贱啊，什么事儿都以我为主，这主体啊，一个人身体是主体，而主观意识很强，就叫这我，这叫我贱了。我见了啊，这是这粗果呀，要断这三结，见货，见货就是否，把你束缚住，使你处理不了生死，就是对身体啊执着不舍，身结。众生对这个色受想行识，这五蕴法叫五蕴身，实呢有强力主宰，那叫我见，以我为主啊，我看是对的啊，你说那不对，这争执，你是我，他也有我，就神界，他是。独立主宰的，这是一切造业的根本。造了业了，经过一段变化又成熟了，不一定今生受报啊。你造了业了，它解开了，解不开了，这个祸呀就解不开了。经过一熟啊，经过一段时间成长时候，他这个就熟了，或者是善业，或者是恶业，或者是无忌业，不善不恶的，反正也有这三种。这叫三界。你想断这个祸呀，断三界的祸呀，是八十八世想断这个祸，得证到出果，须陀洹。断这八十八十见悟，虽然还要来人间受生，还要来人间，只来七次，自然就断了，就不来了。这三解的意思，他解释什么呢？就是生死。还有一种解释，一个是身见。第二个呢是进取见，进取解，就是那个外道啊，心里种种的叫啊，什么猫界了、狗界了、牛界了，说四火婆罗门了，这叫戒进取戒，邪知邪见，都说见过了呢。第三个解呢，怀疑。对任何事儿他都怀疑，合理的也是解，不合理的也是解。是为什么？心迷了，没有智慧，被法性，身被法性，主要是说。不能够深信正法，
不，那个身心正法在世间上不能处理，把你给你解住了，捆绑的是。再一个，在见货当中啊，最重要的，没好好往往的自己修行，本来修行很好的，你念一部经也好，念个佛号，修成净土，总怀疑啊，不说十个有十个吗？差不多十个人有九个人。什么十有九个人呢？很多人问我，啊，来信佛吗？时间也不久，或者有信佛很久的，他问我，说老师傅，我念佛能生不生不极乐世界？我说你去不了了。他说为什么？我天天念呢，念什么？我说因为你怀疑，我没怀疑啊。我说没怀疑，问我能去得了去不了，这是怀疑不怀疑啊？他自己就笑了。大概在家道友弟子问我这话的多，我不说十个十个吗？就他没得当。还有一个，他说我念观世音菩萨念了这么多年了，我这孩子生病的时候，我怎么念也不灵，那不好。这菩萨灵不灵啊？你这么答复的？菩萨本来很灵的，因为你怀疑啊，你怀疑就不灵了。因为你说念生得了生不了，人告诉你念佛往生，只有念佛一定能往生，那你怀疑呢，去不了了。往往的很多道友学佛所说的法，对佛说的话呀，他不信。你有什么办法呢？这还是在家道友，就是我们这些出家道友，你们怀疑不怀疑呀？你在这干什么呢？从早到晚。辛苦死了，替别人起的早，吃的嘛，怎么的在堂永远是那样子的，不跟天的什么心火样，不可能，衣食住行都是这样子，但是你是借他修道啊，不是为饮食来住庙的。过去人家说禅当厨子懒出家，出家人懒得很，一天在睡大觉。过去这类的诗啊记载很多，说铁甲将军夜渡关呢，朝臣四漏五更寒，日出三竿身未起，看来名利不入闲。我以前没有出家，在家时候也是这样，因为呀，也想懒惰呀，就当和尚去了，什么也不干，到他山里头一天睡大觉。等你出家之后啊，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。是怎么回事儿呢？怎么三点钟起来？我那小时候是在庙里头寺院江入寺庙去，两点半起床了，有时电上的很长，有的上电上找电的时候上两个多钟头，有的短一点，那现在自在了，现在为什么呢？上的很短，有的庙里只有几个人，啊，算了，不上的打个三规吧，皈依佛皈依法，上完了叫三规殿，说那三规殿也不错，真正睡大觉。现在是堕落了，哪个寺庙能睡大觉啊？
等你把那早点上下来，厨房饭还没治好，不见掌纹不能吃饭，太早了不行，坐着休息一会儿嘛，就这个时候睡大觉，人家看见你呀，哎，横都在睡大觉，两三点钟就起来了，他又劳动了好几个钟头了，也算劳动吧，你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儿，这都属于解怀疑，怀疑根本不明白，怀疑怀疑就是不信，不信什么呢？不信佛。我们这些道友，我说了他很烦恼，他就是不信佛。为什么？佛教导让他做的，他不去做，他信不信呢？佛让你应该做，念佛了生死，生到极乐世界，他会念佛能生不能生？每一法忏悔能消业障，他不信，不信，这就怀疑。这个怀疑啊，怀疑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危害最大了，就是你自己考验你的信心，你倒是迷了，倒是信，信绝不迷，迷了绝不信。说信三宝的人，他绝对不迷，真信的啊。把迷跟信不能扯在一起，怀疑就是迷。我们上哪儿去？倒不知怎么走，你不知道，请问别人吧。嗯、啊，但是别人呢，有些个骗你的，嗯，明明是你已经走到了，你要去的点走到了，说你不认识，你一问啊，别人有个东子西子，你又跑好几条街，特别你找那过去拉黄木车的，他一看呢。你是土老，我没来过北京的，他跟你要很多钱，那你也不知道啊，就那拉吧，他拉东跑西跑，又转回你要增折这个地方。哎，说刚才在这上的，哪在这上的？你不知道哦，他把这拉车骗你钱，这是怀疑的过错。说要把的你的五根跟那个色受想行这五根啊，跟色声香味触法五尘，你不把他们搅在一块堆，搅在一块堆就说明着你的心呢、啊、不诚恳。说根跟尘不要把它结到一起，解到一起你就解不开了，这叫解，是吧？你把根和尘把它解开了，我请给了，根是根，尘是尘，根呢、啊、跟尘呢、啊、把它分开。你对任何的法、任何事物，只相信佛说的话，其他的人你可以不相信，别人说的法。你对到经，对到经文，佛就告诉你了，你起着真正的信心，真正信心，你起到正信了，正信了，再起修，再去修行，能够进入，能够成就。而你根本还在怀疑当中，你所修行的辛辛苦苦，一个怀疑没有了。咱们这是讲大乘大记，三乘三那部经啊，前半部就是帮助你建立信心，不要怀疑。
信什么呢？信你自己那个真心，要信真如实相，一定不要怀疑，不要怀疑，把这个疑的解呀、啊，把它解开，解开得了什么样子呢？解脱。对人解说呢，就解脱了，把解剖解了，就解脱了。那么这有一个三相，三相，三相，三界啊，还有一个三相，三相就是名相的意思，一个是假名相，咱们学讲这个都是假名相。因为我们的存在，佛教授我们有这些个名相，这第一个是假名相，假名相你走不出来，有三界帮你解住了，你信不进去，信不进去。假名相我讲了，法相，法相要懂得了，那就好了。渐渐能进入了法相，就佛所说的法了，像咱们讲的三界呀、三界呀、三观都是假名相，这个假名相的所说的法相，而第二相诸法之相和佛菩萨相，是解脱的。但是你也不要执着第三相是无相之相，每一法每件事物都有三相，假名呢有实有名啊，无实体啊，这假相啊，这个名字没有个实体，没有实体，为什么？可坏的，可坏的，这名字不存在，这是坏相。他没有实体，虚假的，没有实体，坏相，那名字也不存在，但是久了啊，你连你自己假名字也不知道了。我在监狱里头，我就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了，今天给你编个号，明天又给你编个号，我住在一号房的号，要住到三号房的号，随时变换的。搞了那么几十年的真名字叫什么名字都忘了，忘了，因为这些名字假象，假名字。还有第三项，无相之相，无相之相，就是咱们讲的真如实相啊，真如实相无相，因何事，因何物。都有个假名，都没有实体。说你这肉体，你这名字是代表你肉体，肉体坏了，名字也不存在了，人也没有了，一世两世啊，或者还有个印象，一到了十世八世去了，没有了，连这个印象都没有了，这叫坏相。一切法都如是，你这样想去吧，哪有一个真实法呀？没有。六章说诸法之相，三界三观五蕴十八界，真相哪个是真的？没有真的。无相之相呢，离开假名了，离开假名，说离开法相了，不执着了。那这个相呢，就是实相之相，无相之相，实相之相。
通过修成了，最达到你成就了。当你进入是以假名而信的，真正的信成就了，真正信成就了，信什么呢？佛告诉我们说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欲界是有法，色界是有法，无色界有法，这都是假名词，都是相，它有相，这就是假名，有相法相，无相，这是第三界，是三相的真实。三四呢，过去啊，现在未来，三有呢，欲界有，欲有，三有无三有，三行呢，身口意，身口意，中观论上叫做三行，说呢，三业的动运动当中都是行。又者呢，咱们现在这个法门，现在咱们讲这一段